特别是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刺杀那个表演，他那个队形，因为我们是从侧面看的，然后他那个队形是非常整齐，包括他们有左转右转那个动作，他们的队形也是非常整齐的。然后我觉得特别感动的是升国旗的时候，就是军人们正步的时候把国旗拿过来，然后呢再升上去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，就是作为中国人特别自豪的一个事情。